吓死我了。我要是睡了，你就打算一直这么昼伏夜出的躲下去啊？嗯。明日就是白沙寨其他人出狱的日子了，婉儿，你要跟他们一起回去吗？我。黄扶摇，那何丽书呢？我没写。你没写？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呀？你害我自己吓自己，吓了那么长时间，你为什么都不来找我说清楚啊？我没找你吗？黄扶摇，我很认真地问你一个问题。要是我决定回去重建白沙寨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去吗？婉儿，哎，你怎么流鼻血了？